月一起漫步在夕阳的门前，我会牵着你的手带你去游乐场，直到黄昏也悄悄吻上了夕阳，两个人最美好的时光保留在每个安静的晚上，感谢你的青春里教会了我坚强，可其实你是我心里面的姑娘，你的照片还放在书桌旁，这件衣留在树枝边上。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彤，欢迎来到我的奇幻旅程。不好意思。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彤，欢迎来到我的奇幻旅程新歌首唱会。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哦。还可以分享我的直播间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进来与我互动。Hello，Hello。我不紧张。有一点。晚上好，晚上好。我现在在看一下大家的弹幕。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哇，好多好多同学应该现在都是刚放学吧，然后明天周六周日。大家有什么计划吗？那在周末的时候，我穿了，没有穿秋裤，今天真的没有，因为今天好像不是很冷。明天补课，那真的恭喜你。周末睡觉，那个国庆没睡够吗？还是咋的？头发，我的头发已经被吐槽了好多遍了，真的，那个长长了，但是得去修一下，然后应该不出一个月又回到之前的那个偏偏长发的时候了，我觉得应该可以。长痘，真的，不好意思，我昨天就是卸妆没卸干净，然后长了两颗，但是我这种痘呢，很快就可以消，然后两三天吧就可以消。就大家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就是说就是怎么可以把那个妆卸得很干净，因为我不知道每次有带妆然后第二天一定会长两颗痘，然后都是这个位置。你们喝水是吧？然后我刚刚因为嗓子有点干，然后一直在喝水，然后像个水泥不一样。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大概就是和大家聊聊天，然后聊一下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啊，然后和大家唱唱歌，然后大家可以点歌，然后我来唱，然后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的歌，然后和大家玩玩游戏。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那个红色的那个评论区，然后多多评论一下我也会看到，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个评论。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点击我的直播间左下角有一个红色的新歌评论区入口，评论数每达到999呢，就会有爆灯的提示。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一下关注，分享直播间到你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能看到直播。吃啊、没有吃，打算结束了之后吃。大家是在看我的直播下饭吗？还是在干啥？大家能不能不要乱点呢？我还没有唱歌，怎么就一直在刷那个主播唱歌很好听呢？
做作业，我还做作业那个看这个东西被家长看到不会被一顿暴打吗？什么时候发新歌？我不能乱说话啊，但我觉得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就今天是10月11号，11月吧，11月或者是那个12月，就很快了，就是这两个月之内我就会发，什么时候唱？一会儿。好嘞，普通话吗？对不起，我那个普通话我没有报上，那个真的就报的人有点多，但我努力吧，好吧。普通话好了很多吗？因为我这两天真的有在练那个读报纸，就是普通话那个不太好的朋友可以学我读一下报纸，等我下课哦，我一会儿会唱。明天会跟播，因为我去拍了帅帅的那种照片，自己拍的，因为大家吐槽，对不起，吐槽，然后我的那个自拍角度很迷幻嘛，然后上周我又特地去练习了一下，然后选了两张特别还可以的，明天发。然后再祝大家有个很美好的周末啊，普通话进步很大，哎呦真的好，谢谢，好开心哦。你们都没报上吗？你们为啥要去那个考普通话呀？就是考普通话是为了啥呀？我九宫格就是大家都忘了吗？我上一条微博不就是九宫格吗？Vlog， 就还是那句话，因为 Vlog 我其实有在拍，但是我不太会剪视频，所以大家再等一等，应该快了。对，上一个微博它不是九宫格吗？这个要求有点过分。那明天我想办法再凑个九张那个迷幻的自拍，献上给大家，然后。每次拍了这种照片，然后拍了之后呢，大家又吐槽完之后呢，又想看，然后不知道大家在想什么。我瘦了，我好像没有怎么胖过，好像。哇哦，好多花花哦！哎，这是花吗？哦，这是花，怎么还在红色的那个唇印呢？哎，哇哦，那个，什么时候发九宫格？这个主要是有时候我发的九宫格，里面配了一些风景照，其实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照片，然后大家又觉得很犯规，然后又觉得这个九宫格不太 OK， 然后我也不知道哪种九宫格是完美的，那我明天发九个自拍好吧？不要惊讶哟。哎。为啥是卡的？那重连一下 WiFi 不就好了？最近，好嘞。那如果比较卡的朋友就，点一下那个。手机的那个右上角有一个那个飞机，然后点两下就差不多了，因为我每次手机卡的时候我就点那个飞机，然后它就会好。我是那个
坐着的，对。看，每个同学的私信我都看。我是坐着的，然后，打手游。我前几天，我记得我前几天才那个玩过那个《和平精英》那个手游，那和那个朋友在那个直播上玩的吃鸡。哦，对对对对对，对，吃鸡了吗？没有。咦，还好我不近视，我可以看到大家的那个弹幕。晚饭还没有吃，因为对，我要和大家聊天，聊完天我才能心安理得的去吃晚饭。腹肌，哎呀，腹肌那个在4年前的时候已经露过了呀。我不近视啊，我左眼的视力特别好。10点，没事，我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一个不太那个健康的方法，就我为什么就是有时候别人觉得哎你怎么又瘦了呀，又瘦了，就是吃饭不太规律。对不起，这个不是方法，这个是一个反正就是我之前就是被家长说为什么你又瘦了，就是有时候晚饭就比较晚吃。这个也不对，这个相当于吃宵夜。哎呀，我也不知道。Who cares？ 不吃辣。哎，我是一个贵州人，你叫我不吃辣，有点夸张啊。我可，但是我已经很尽量的控制我不吃辣了。哦，我们直播到10点。对，这两天的。突然就降温了，知道吗？我记得是哪一天来着，国庆节的假期的第三天第四天嘛，突然降温了，就直接就入秋了。然后那穿成这样其实挺舒服的，都不用开空调啊，审美。都好几个人那个说了，但没办法，我的这个审美就还是得多看一下杂志，对，学一下我妈。我晚上啊，我最近比较老年，我，11点吧，十点钟左右就睡觉了。咬指甲，我改了，我最近，学习了一个方法，就是在那个手指甲上涂了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就不会咬了，瘦了好多。好了，对，看，大家到底觉得就是长头发好看还是这样好看？家长是会觉得，短头发好像很精神，但是朋友们觉得，长头发好像更帅气一点，长头发是吧？好嘞，我努力，我不剪了，好吧？我留这么长。这个笑话好不好笑。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奇幻旅程，然后点下题啊，会唱的我们在屏幕前跟着我一起唱，也是有点尴尬。奇幻旅程，然后送给大家。
不停地写，我们的故事精彩的上演，我不敢忘却邂逅你的季节，释怀般的来到你面前，白鸽停留在你的肩，油画般印满诗意的画面，看着你的脸小浪漫的喜悦，已经漫步在夕阳的门前，我会牵着你的手带你去游乐场，直到黄昏也悄悄吻上了夕阳，两个人最美好的时光保留在每个安静的晚上，感谢你在青春里教会了我坚强，可其实你是我心里面的姑娘，你的照片还放在书桌旁，至今已烙在树枝篇章，眼影吗？是画的。单车上开朗的笑颜，蒲公英纷飞爱满山遍野，我不敢忘却邂逅你的季节，封存在记忆里的画面，我会牵着你的手带你去游乐场，直到黄昏也悄悄吻上了夕阳，两个人最美好的时光保留在每个安静的晚上，感谢你在青春里教会了我坚强，可其实你是我心里面的姑娘，你的照片还放在书桌旁，曾经遗留在树枝篇章，我会牵着你的手带你去游乐场，直到黄昏也悄悄吻上了夕阳，两个人最美好的时光保留在每个安静的晚上，感谢你在青春里教会了我坚强，可惜是你是我心里面的姑娘，你的照片还放在书桌旁，曾经遗烙在树枝篇章，谢谢谢谢。哎，这给大家看一下这，哎，大家看得到吗？哎，这个是啥呢？我看一下，这个环节是兄弟间的默契啊、哦。然后呢，要给兄弟打一个电话，然后逼他说出，哎，逼他说出你真的很不错，如果对方在一分钟内说出则挑战成功，然后否则然后就要那个卖萌五连拍的惩罚啊！现在要打给谁呢？我想一想，想一想，掏出我的小手机。哎，你真的很不错哦。我打给，放在我这，我打给，哎呀，好烦呐、啊！节目组真的，我最开始的时候得到的是另外一个答案，是那个逼别人说我要去旅行，结果完了，现在要被测试了。对方在盲线中，我好慌啊！
啊。啊，好尴尬！他在干嘛呀？再打一下。喂。哎喂，我刚刚没接到，怎么？嗯，没事。AJ。干嘛？我们两个是不是有个约定？就是你说那个啥，我打给的是 AJ。AJ。啊，我们是，就是那个啥，就是你不是说那个世界很大嘛，对吧？然后你想去看一，对，你想去看一看。我想看什么？我要看什么？你干嘛怪怪的？你干嘛？这干嘛晚上打过来？你要看什么？这，那我换一个话题吧。那个，就是你真的那个 AJ， 你跳舞好厉害啊！你可不可以就反着说一下？我跳舞好厉害，反着，我跳舞好厉害，反着说一下。就我跳舞真的好烂。就没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你在跳舞的时候，我就会在旁边那个，我在旁边，我就会在旁边跳舞，然后说，哎，你那个啥，那个很厉害，就是那个你就是我又不是。这个真的好难答哦，这个。你是不是有什么？你需要我讲出个什么东西，对不对？对对对对对，不然我就要拍。你诱导我。啊，就是当你在跳舞的时候，然后我会在旁边也在跳，但是我和你跳的不是一个东西，然后那个舞蹈呢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喂，哎。对对对，就是，哎呦，不错，那类似这样的，你可不可以来一下？你好，不，哎，我想一下，哎，差不多，你是想出来了吗？我只想着你好帅，你就会想出来了吗？不是，你好帅，就是之前，我忘了有谁做过这个很可爱很销魂的这个舞蹈，那就是有时候反正就是有一次你在跳舞的时候，我在旁边，哎，就在好像在逗你玩，然后哎呦不错，类似这样的，然后换一个调说那个就 you 对，就 you really really good。可以哦，哎，我提示你了，哎呀，你居然没听懂，哎呀，第一个字是我，然后的反话，你，对对对对，然后第二，求求大家，那我做一下 B 吧，好不好？求求大家，那个第二个字是 really， 你不错哦，第二个字 really really really， 第二个词是。对对对，然后 double， 你真的 get 到了吧，这个，哎，这个可以吗？真的可以哦，哎，真的是不应该打电话给你，真的，你提示我一下，你说我进入家庭你给我多个五个字啊，啥？我进入家庭给我机会吗？ You 你真的非要我跳出来吗？真的可以哦，你真的很棒，你真的你 OK 啊，真的 OK， 接近了，接近了，不错，你真的不错，你 OK。 AJ， 真的，我们两个是 really brother， 很好很好，我们真的，你答对了 AJ， 真的。哪一句？我哪一句答对了？你，哎，你真的很那个啥。再来一遍。你真的很啊，我刚刚讲的都念一遍。好嘞，真的很 OK， 你真的很棒，你真的很好，你真的很不错。哎哎，听，上一句再来一遍。你真的很不错。哦，对嘛，这真的厉害。AJ， 这个夸奖的也太很烂哎，这个夸奖的很没有。关键这个这么烂，你居然猜了半天猜不到啊。
这我成功了。这个到底是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两个之间的默契啊 ，AJ， 你需要一会儿给我解释一下。但我现在有让你成功吧？我应该没有让你。对，没让我让你有让有让我成功。可以吧？可以那真的好。你应该只有打给我一个人吧？对，第一个电话就奔向了你。虽然我知道你的那个普通话理解能力是有一点障碍，但是我信任你，因为你懂得起。好 ，AJ 哥，你那我们结束啦，嘿嘿，这个环节。AJ， 你怎么你又掉链子了？那我挂喽，拜拜，拜拜。他都不给大家打招呼，那我跟他，我替他向大家打招呼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AJ 赖宇哲。他信号不太好 ，AJ， 所以那这个我过了哦，哈，我过了哈，我没有作弊啊，我刚刚说的，我又没有说不能说英文，我过了，那这个我没有超时了，我刚刚看了我那个手机的通话记录都是4分50几秒，没有超时，没有，是要在5分钟之内吗？啊，那我没超时，对，好，1分钟，这个爆炸五连拍，爆炸五连拍是吧？哎呀，真的，啊，我平复一下我的心情哈。太难了，为什么这个太难了？三连拍行不行啊？我刚刚好歹也答对了，好吗？再一个，最后一个，好，来一个最常用的，哎，好，求大家放过我好吗？我不是我换不换动作，因为我知道这就这几个动作啊。好嘞。主要是现在和大家，我们聊开了是吧？然后我们就放松起来。我没有咬手指了，现在总得让它长一下吧，是吧？那么多年都是这几个动作，哦对，哦大家是要点歌吗？哦那可以，那我看一下大家的弹幕哦。咦，我们哦，那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歌吧，然后对唱那个，我刚刚看到有个朋友说那个等你下课，那我就唱等你下课吧。嘿耶，有人猜到了，哎 get 到我了，可以说好不哭啊，大家不要哭哦。故事精彩的上演，我不敢忘却邂逅你的记忆。哎，这个大家都会唱完的。咦，老师能不能重放一遍，哎，谢谢，然后把那个奇幻旅程给 mute 掉，哎，好嘞。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
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吃早餐。我你又擦肩而过，你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当你收到情书，也代表我已经走远。哇哦，好漂亮哦。小胖的广场，我在这儿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怎么走心却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哦，你又擦肩而过，我唱告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当你收到情书，也代表我已经走远。哇哦，谢谢啊，这屏幕好漂亮。谢谢。喜欢流程。哦。哦。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哦，那个点击我的直播间左下角有个红色的新歌评论区入口，评论数每达999就会有爆灯的提示。青花瓷，哎呀，青花瓷。哎，我不是记得奶茶刚唱过吗？那我唱两句呗。那个，对，
怎么唱来着？色白花轻，那锦鲤一如玉碗底，恶魔送蝶落款时，却惦记着你。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春是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不好意思，没记得住词，好久没有唱了。对，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啊，最近很冷，因为它降温没有一个那个循序渐进的那种过程，然后直接降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不要感冒咯。青葱大家要听青葱吗？看一下有多少同学要听青葱。青葱都是已经大概4年前的歌曲了吧。今天我们是要来一波回忆杀吗？好，那我们唱青葱好吧。青葱送给大家。剩下的青葱，说不上多刻骨，但至少存在心中。抱着吉他唱着唱给你的那首歌，有点快乐，哪怕它是小小的。每当真正教会我什么，还轻轻刺痛着，爱总需要些经过。那饱经风霜的青葱，把高厚会与众不同。我挽着指头，不谈危险，在耳歌颂，把单纯的爱情做成梦，像硬糖融化在口中，载着你去河岸吹吹风，正好遇到彩虹，稍纵即逝却无比感动。时间过得挺快的。心中有头躁动的小熊，它保护着自己，敌对却不肯放松。让我们种下的青葱，去面对七月的季风。也戴上耳机，即兴追逐我的星空。把单纯的爱情做成梦，像硬糖融化在口中。载着你去河岸吹吹风，正好遇到彩虹，稍纵即逝却无比感动。把单纯的爱情做成梦，像硬糖融化在口中。
载着你去河岸吹吹风，正好遇到彩虹，稍纵即逝却无比感动。谢谢大家。来我们聊会儿天吧。对，是得练习一下，因为得多跑一下步。最近有去踢足球。现在啊，有了一个多的另外一个任务，另外一个板块，就是趣味绕口令，然后请我自己用贵州话演绎一下经典绕口令。这不是贵州话，那不是很简单吗？那个，那大家选一个吧。那 A、B、C 啊，选择题，别做。A B C， 大家怕大家看不清，全部哦 ，A 是吧？哦，好多 A， 哎，怎么好多 C 呀、啊？哎，那我先说 A 吧，好吧？贵州话啊、哦，有贵州话的朋友吗？那个屏幕前是那个白石塔，哎。白石哦，不是，白石，哎，我怎么不会说了？我现在，白石，啊，让我缓一会儿，我现在说不清那个贵州话，用这个绕口令怎么说？好 ，OK 了，白石白又花，搬来白石他白搭，搬哎，重新来，那个白石白又花。搬来白石搭白塔，白石塔，白塔白又花，怎么跟我练的那个绕口令不一样呢？哎，那我说一下那个 B 吧，颠倒哥，要牛奶和面包，夹击火车上皮包，东西街出南北走。出门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又怕砖头咬我手。好有气势，我觉得贵州话说起来就 C， 兜装豆，兜里装豆，兜装馒头，兜里装豆，兜装馒头，豆婆漏豆。到处豆破豆不好豆又装豆装满豆不漏豆，可以吧？那完美结束好吧。请大家拜托大家截图今晚的直播，那发到杨桐超话，带上话题酷狗首唱会，就有可能得到我的周边福利哦。哎，哇，好漂亮，这是啥、啊、这是什么萤火虫吗？哦，桃心。大家国庆的时候
我想看一下大家国庆的时候去哪儿玩了，有没有看到人山人海。嗯，宅着。成都、无锡、井冈山、济南，哦，学驾照。诶，现在驾照是已经到了科目五了吗？还是科目四啊？贵州，诶，确实挺好玩的。贵州很多山，然后有很多景点。好吃哦，有没有人去过？哎，国庆的时候去遵义了呀？遵义，哦，去遵义一定要吃真的很好吃的东西，遵义的东西特别好吃。嗯，导游。好，给大家介绍一下遵义的美食，好吧？变成美食节目了是吧？那遵义有很多那个啥，酸汤鱼、羊肉粉，然后牛肉粉，然后还有烧烤啊什么的，也是特别的可以。现在9:16是吧？哎，该点那个宵夜吃一吃了。减肥的同学呢，先吃饱了再减吧。嗯。深圳啊，烧烤，主要是遵义的烧烤真的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可能我离家太久了，然后好久没有吃过那个家乡菜了，然后上一次那个中秋节回家的时候，家长带我去吃了一下那个烧烤，哇，太好吃了，真的不一样，真的太好吃了。武功山。广西螺蛳粉，哎，对对对对，哎，遵义还有一个对洋芋粑粑，就是洋芋那个，那个外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洋芋粑粑是什么呢？就是它油炸土豆，那个像一个，哎呀，怎么形容呢？就是一块扁扁的那个东西，特别好吃，然后蘸那个辣椒，对，特别好吃。怎么？哎，对我形容的，哎，大家都不想去吃了啊！我不说这个了，那大家吃火锅吧，好吧？嗯，大家饿了是吗？嗯，最近适合吃螃蟹，这个季节挺肥的。我多少斤啊？100斤左右吧，我也不知道，差不多。丝娃娃，哇，这个好像是贵州很出名的小吃，但我从来没有吃过，都是我姐姐，他们爱吃就，对。吃播，是吗？丝娃娃不就是吃菜吗？就是很多菜，然后夹杂在一起，然后吃。嗯，没有肉吗？嗯，啊，聊了那么久呢，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歌吧，好吧？嗯，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风球》，然后也是回忆杀。嗯。很久没唱了，我们安静的唱一下那个很简单的一首歌《风球》。
时光能倒流，我会毫无保留，事与愿违的窒息，让我感觉在梦游。山南水北的思念，早就飞过云端，摸不清楚的水天，就像这样让我们越走越远。我还在远处温习你给的问候，像一个未完成作业的小朋友，未完待续的忧愁，向你挥挥手。从那天过后，再没有你给的问候，也需要孤单到月球，还想念你给的温柔，温暖的怒火，现在你给我的自由，有胜过八号的风球吹进我心口。啊哈啊，唱错了，哎，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 solo， 大家听一下这段吉他。水杯的思念始终毫无理由，摸不清楚的碎片，就像这样让我们越走越远。我还在远处温习你给的问候，像一个未完成作业的小朋友，未完待续的忧愁，向你挥挥手。从那天过后，再没有你给的问候，也需要孤单到月球，还想念你给的温柔，温暖的午后，现在你给我的自由，有胜过八号的风球吹进我心口。啊，从那天过后，再没有你给的问候，也需要孤单到月球，还想念你给的温柔，温暖的午后，现在你给我的自由，有胜过八号的风球吹进我心口。啊哈，谢谢。哇哦，哦，接下来一个题目是灵魂画手，请杨童根据导演组给出的歌名画出这首歌的特征。机智的你能猜到他画的到底是哪一首歌吗？啊，好，那我要画一首歌了。哎，应该是我自己的歌哈，应该哦。那题目是这样，哎，哦，
身上开朗的笑颜，蒲公英纷飞爱漫山遍野，我不敢忘却邂逅你的季节，封存在记忆里的画面。好，我画完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因为我只有那个黑色的笔，哦，有些颜色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么快就猜到了，我厉害，哎，真的厉害，哎，大家，我想知道大家是通过什么猜到的，通过了这个。黑色的笔吗？黑笔记，它是通过什么？哎，对，这吉他对吧？抱着吉他唱着唱给你的那首歌，哦，记歌词记得比我还熟，可以。对，大家很厉害，青葱，对，青葱，嗯，忽略这一幅迷幻的画。对，那个黑色的那个很潦草的东西，那个是草。对，我没有绿色的笔。嗯，没，其实没猜出来是对的，因为如果是我也猜不出来。但是我画了一个吉他给大家点，一个提示。对，葱，对啊，就青葱嘛。好，考六级，画画奖励，我画，大家猜到了，然后就好像就过关了，对，我们很有默契，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点个歌吧，好吧，大家点个歌，然后你点我唱，然后。我们唱着玩，哇哦，好漂亮！这是什么？这好，就是大家可以在线点歌，然后唱一段给大家听。然后我看一下，但是要我会的不？嗯，哦，那个男孩吧，那我清唱一小段。脚踏车的后座和你干净的衣裳，记得那年漫长，那个夏天永远晴朗，像盏花开满路旁，背下课铃声轻巧弹奏着。景色越长，你总爱把书包丢过爬满藤蔓的墙，直到谈天说地，直到路灯慢慢的点亮，落叶翻飞过画卷，翻开时间的手掌，你笑起来，我云散开，记不住词。哦，因为没有词，所以卡壳。哦，我想一个那个，想一个，
好，爱我别走好吗？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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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在。嗯，大家还要点什么吗？然后你再看一下。光，好，那给大家带来一首光吧。那，对，光，这首歌之前是在以团之名节目的时候然后写的，然后是写给大家的，很感谢一路以来支持的你们。荧幕，伴奏太小了，老师可以不可以把伴奏调大一点点。就像你给我的翅膀，梦幻的灯光映照出我们想象，一直期待唱出一个全新的愿望，遇见你们努力的把我希望点亮，期望的目光曾给我无穷的力量，渴望的远方追寻中来到了眼前，一直期待分享一个温暖的情感，冲破阻挡点燃光源肆意明亮，I promise you I will always keep my original wish. Ooh, 只因有你让我看到我的光，永不迷失方向，方向就像你给我的翅膀，梦幻的灯光映照出我们想象，一直期待唱出一个全新的愿望，遇见你们努力的把我希望点亮，期望的目光曾给我无穷的力量，渴望的远方追寻中来到了眼前，一直期待分享一个温暖的情感，冲破阻挡点燃光源肆意明亮，I promise you I will always keep my original wish. Ooh, 只因有你
让我看到我的光，永不迷失方向。不只是游戏，不只是珍惜，那正是我们拼过命的场景。不只是游戏，我多么希望还能见到你。Ooh, I promise you, I will always keep my original wage. Ooh, 只因有你，让我看到我的光，永不迷失方向。谢谢。哦，对，大家我们休息一下。诶，其实相比减肥来说，我觉得健康最重要吧。我觉得对，大家要记得点击一下直播间的左下角有一个红色的新歌评论区入口哦，然后评论的数每到达999就会有爆灯的提示。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一下关注哦，分享一下直播间到你的朋友圈哦，让更多的朋友能看到这个直播。多喝烫水，女生都不胖，对，都是最可爱的。哦，螺蛳粉吃过啊，最开始的时候就像臭豆腐一样。就是最开始蚊子都是不能接受的，其实吃着真的就会发现，哎，真香，真香。对，对，螺蛳粉里面我最喜欢吃那个豆腐皮，特别好吃。最近的电影，我想一下，最近国庆节放的国庆档的电影我都有去看，特别好看。那个我最喜欢的就《我和我的祖国》里面我最喜欢的单元就是那个夺冠，特别好看。对，还没有去看过的同学要去看哦。中国机长我也看了，我的桂林米粉我好像没有吃过，下次我注意一下，然后看到有的话我会去吃。我们学校有表白墙吗？我好像没注意，好像没有。诶，吃宵夜吗？其实很饿的时候就会吃，但是有时候饿着，然后他就过了那个饿劲儿了，然后就不太想吃了，然后就为了省事，然后就直接睡觉了。但是这样是不健康的，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哎，大家知道？哎，这个就是。哎，是谁看到的这个？这个看不着，居然可以看到这个是这个 Tori。
必须的。成都啊、哦，我都去过好几次了，然后因为离我老家比较近，哦，去那边录歌，然后去过两次。成都的火锅特别好吃。对，我穿了那个应援服，这个是应援服。应援衣，想问一下大家，南方那边最近有降温吗？有啊，就很突然降温的是吗？哦，啊，那得注意一下，不要感冒。那大家点一下歌吧，然后给大家，你点我唱。知足，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说爱你。是的的。哦，最近在练尤克里里啊。对，尤克里里练好了，也可以唱很多歌的。好，情深深雨蒙蒙是吧？好，好，我想一下。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浓我浓，车如流水马如龙。我记不住后面的词了。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 Love yourself. For the time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I'm not the clubs you're getting, you think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You think I'm crying, oh my, away lying.And I didn't wanna write a song, cause I didn't want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care a don't. But you still hear my phone not, baby I be moving on. Okay.
那我再唱一首英文歌吧，那想一想，Make my way downtown, walking fast, faces pass in my hometown, starry blankly hair, just make my way, making a way through the crowd, and I need you, and I miss you,And now I wonder if I could fall into the sky. Do you think time will pass me by? Cause you know I work a thousand miles. If I could just see you tonight. One way ticket. 哇，居然有知道这首歌的，那必须要唱一下。Remember that night I had to leave you. You said it's alright, and I believe you. You know I'm no good, no good at goodbye. 哦，我再想一想，再找一首我特别喜欢乐队的歌。So they say the time takes away the pain, but I'm still the same. And they say that I will find another you that can be true. Why did I realize? Why did I tell lie? Yeah, we said I could do itAgain, turning back the time, back when you were my, What do you mean? What do you mean 不会唱？大家有什么问题，然后可以和我聊。Van Oak Rock. 起床铃声，我的起床铃声就是滴滴滴滴滴，就是那个经典的那个手机铃声。超长 vlog， 超长 vlog， 那应该也是这个月和这一两个月哦会发，因为之前回答过嘛，不懂得剪辑，然后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有时候遇到好玩的东西，然后都会拍视频记录下来。私信，大家的事情我都会看，然后弹吉他，今天没有带吉他。26号，那我们又可以见喽。
我吉他是那个小的时候学的，但是小的时候他没有很一直在学，然后是比较间断的学，因为初中有住校，然后在学校生活老师不让弹吉他，所以初中的时候放下了一段时间，然后高中又学了，又捡起来了。好，就是爱你啊、哦！那唱两段。说你会永远陪着我，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绿洲给了沙漠。嗯，哎哎，又有任务喽！那个表情包大作战啊、请。杨童根据以下描述做出对应的表情 A 小可爱在不在 A 是咦小可爱在不在 B 是笑容逐渐消失 C 是走向人生巅峰 D 拒绝三连好大家选一个吧选一个然后开始我的表演嗯，哇，都是 A 的哦，都是 A。好，我想一下，A。小可爱在不在？好。我先做个 C， 我 A 没想好。那逐渐走向人生巅峰啊。然后 A 是那个、哦、A 是小可爱在不在？绍兴在绍兴的时候好像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在也好像不能给大家说这是我们的秘密嗯不能说的秘密下次好那我还是我、哦、那我把这个秘密给破解了吧那在绍兴的时候，那个会干嘛？好像不能说啊。大家现在有点宵夜吗？刚刚介绍了那个那么多的贵州的吃的，大家都饿了吧？对神秘感得被保密对不然说出来了呢没有新鲜感了都对好希望就是高三的同学然后
就每天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然后每天睡好觉，就用最放松的心态去迎接高考，然后你们一定可以的，加油！加油，高三的同学，因为高三，是很艰巨的一年，然后放轻松，压力不要太大，然后，尽全力就好，不要有遗憾就好了。大家都好好休息啊。哦，感谢大家，今天然后陪我聊天，然后谢谢大家的互动。接下来呢，就是26号，我们Black Ace 我们会去那个绍兴，然后音乐节，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到时候要到现场的朋友们，我们现场见。哇，大家刷的有点快，看一下大家的题，就是大家截图今晚的直播发到杨彤超话，带上话题酷狗首唱会，就有可能得到我的签名酷小狗哟。现在其实也满满了，然后直播结束了之后，大家也可以去睡觉了。接下来的行程啊，接下来的行程，就是27号去绍兴啊，和大家见面。那个26号，不好意思，26号。好，我会记得周六跟播，明天一定会跟播，对，拜拜哦，明天不用上课，明天可以好好的睡一觉。其实周五是最，在上学时期，周五是我最喜欢的一天，因为周六周日等待着我。明天要补课啊，但我没说。补课，但这补课难道不是周日吗？我记得我初三的时候补课的都是周日的下午去上那个晚自习，周六都是没有补课的呀。哦，课外补习班是吧？哦。补国庆的，这个也太国庆的还要补，加油，一定要加油，大家可以的。好了啊，感谢大家，今天陪我然后聊天，然后我们下次见，大家晚安，拜拜，大家晚安，感谢大家。时光保留在每个安静的晚上，感谢你的青春里教会了我坚强，可其实你是我心里面的姑娘，你的照片还放在书桌旁，这件衣留在树枝片上，
在漫山遍野，我不敢忘却邂逅你的季节，封存在记忆里的画面。时光保留在每个安静的晚上，感谢你的青春里教会了我坚强，可其实你是我心里面的姑娘，你的照片还放在书桌旁，这记忆烙在树枝篇是精彩的上演，我不敢忘却邂逅你的季节，释怀般的来到你面前，白鸽停留在你的肩，油画般隐瞒诗意的画面，看着你的脸像浪漫的喜悦，一起漫步在夕阳的门前，我会牵着你的手带你去游乐场，直到黄昏也悄悄吻上了夕阳，两个人最美好的时光保留在每个安静的晚上，感谢你的青春里教会了我坚强，可却是你是我心里面的姑娘，你的照片还放在书桌旁，这记忆烙在树枝篇章，单车上开朗的笑颜，蒲公英纷飞爱漫山遍野，我不敢忘却邂逅你的季节，封存在记忆里的画面，